这两天张国立之子张默再次吸毒被抓，闹得沸沸扬扬，为网友们恶搞监狱风云再添新丁。而刚获释的宁财神日前在吸毒事件后首次亮相上海，自然格外引人注目。虽然穿着一身西装，但宁财神的精神还是十分萎靡。当被问到最近状态如何时，宁财神更是有些手足无措，回答也是语无伦次。但是状态挺好啊，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应该也不怎么影响心情嘛，因为本身就是等于一直是工作特别满，所以就等于就是中间也没怎么中断过这个工作吧，所以心态还挺好。获释后，宁财神丝毫没有任何放松的机会，行程依旧被排得满满当当。他也透露自己的工作并未受到任何的负面影响，更直言自己对吸毒完全不后悔。我觉得没什么影响，因为出来之后我不是那个写了一个道歉的，我发现整个400多条评论里面一大半都在问龙门二的事儿。我说好好的能把活干好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嘛。那你觉得就是有没有后悔？你完全不后悔，我这个有什么后悔？人生总是要有各种各样的经历，而且本身确实，这个谁还没犯过错？我觉得只要不要再犯就行。